这阵子有朋友了吧？有。什么时候给我认识认识？不成，人还害羞呢。怎么人家主动那么香啊？是咖喱吧？ 出个好一阵子，啊！干什么生意的？不干什么生意，去念书。学生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别老说我啊！你说说你。我怎么了？不是离婚了吗？什么时候？